点卡糖黑巧燕麦脆。每当我下午三四点钟嘴巴馋肚子饿的时候，就会来两块这个。我这个不是一整包了啊，的配料很干净，可可叶块、可可脂、可可粉、赤藓糖醇、菊粉、大豆磷脂、香兰素、麦片、燕麦粉、麦芽莓干、奇亚籽，就只有这些啊，就咱们在身材管理期间可以放心吃的。打开里面就是这种，嗯，这是超级浓的黑巧的味道，燕麦脆特别的酥脆，口感温火，就是你在下午嘴巴馋肚子饿的时候来上两块，老美了，完全没有负担。嗯，这是巧克力控的超爱。北海道的这个鲜虾饼，9.90元22小包，一包里面有两片，一共到手就是44片，只有这些了。我儿子可喜欢吃了，如果我不把这些放起来，早就被他吃光了。因为我们这边在静默，就是收不到快递，然后我就把这些给藏起来，没有让他吃。它里面是添加了20%的海虾的，打开就是这种小花朵形状的。它两份那个更划算啊，它吃起来口感就是和某某家的那个虾片的味道是一样的，酥酥脆脆的，大片的吃的更过瘾。它就是咸香味的，虾味很浓。嗯，海苔球、芝士球，最近超好吃的一款小零食，一包打开有这些啊，它里面是添加3%的海苔碎，看海苔球是这样的。这个芝士味的打开就是超级浓的芝士的味道，嗯，这款是里面添加那个芝士粉的啊。芝士球就吃起来芝士味比较浓，我感觉芝士味吃多了会有点腻，然后海苔就不会啊。我比较喜欢吃海苔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啊。现在小孩真是太幸福了。就现在这个网上超火的这个跳爆糖，我儿子他超喜欢。我拍了有三个口味啊，有这个哈密瓜牛奶草莓的，他给我偷吃就剩这些了。他打开就是这种小雪糕的形状啊，它上面这个五颜六色的都是这个跳跳糖，它一点也不齁甜，吃起来就是那种奶糖的味道，而且在嘴巴里面噼里啪啦的。他真的会跳啊，难怪我儿子那么喜欢呢。今天吃这个米糕，薏米糕，这个是五黑的，这是紫薯燕麦，这是薏米全麦，全麦薏米全麦。现在就是9.90元要发20个，拍两份发50个，就和那个桂花糕的口感差不多。就是你早晨来不及做早餐的时候，可以来两块这个，或者是你想喝点粥啥的，然后就是拿一杯80度以上的开水，然后把它放在里面搅拌一下，就是一碗紫薯燕麦粥。它的口感是微甜啊，里面不添加蔗糖。现在是代糖，所以说咱们在身材管理期间可以放心吃的。五个的就是有黑芝麻、黑米、黑桑葚，然后啥，就吃起来芝麻的味道。好吃又健康。今天吃这个3D 榴莲糖，它里面是添加真实的这个榴莲果肉的，全脂奶粉。打开里面就是这种充气型的这种榴莲奶糖啊，它里面是添加榴莲肉的，然后全脂奶粉，榴莲味超浓。如果你喜欢吃榴莲，强烈推荐你尝一下这个糖啊。就咱们也快要到春节了，就咱们可以提前备一些，因为现在很多就因为带那个啥，然后很多地方都不能发，就咱们可以提前备一下啊。吃豆馅的这个手工黑芝麻丸，这个是9.90元发一包啊，一包里面是126克，有14枚。这个我打开吃了几颗了，它里面是有黑芝麻、黑枸杞、桑葚、蜂蜜，就只有这些啊。它就是直接食用，每日1到2次，每次1到2丸。打开看一下啊。精彩食料肉眼可以看到的，它是这种整颗的黑芝麻，黑芝麻、黑桑葚、黑枸杞，然后融合在一起加蜂蜜，它
不是那种特别硬啊，哼，黑色入肾，也可以养黑，9.9一包，一包里面是有14克。熔岩三角酥，现在不是这种包装啊，但是它是9.9发120个，你还不能全款拿下吗？它是用米果，里面加的是纯可可脂啊，9.9120个，真是太卷了，商家越卷，最得实惠的就是我们。9.9120根，赶紧全款拿下吧。哈美子的这个嗨汁软糖，就是平时你管不住嘴，迈不开腿，一天一颗多喝水啊。就是我平时拍过视频之后会来一颗，或者是睡觉之前来一颗，就是你平时不好了，管子堵得特别难受，然后就可以。打开这一盒是新的啊，那一盒是只剩下一颗了。这里面是有15颗，是这种独立小包装，方便咱们随身携带。每颗都是爱心的形状啊，就是草莓味的普通软糖的口感。就你平时管不住嘴，迈不开腿，一天一颗多喝水，经常出去聚餐，然后吃火锅、麻辣烫各种高热量的之前就可以来一颗啊。